今天其实呢是要让大家来看一看哈，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机器猫其实也就是小叮当啊。对，其实真人长成什么样子？就在这里，而且今年还是小叮当100周岁的生日呢。是吗？嗯。不应。大哥，你们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你已经100岁，亲，你不要叫我大哥好吧？谢谢。我叫你大伯好吧？啊，那。林海弟弟，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的？我想让东东变得瘦一点，可以吗？不可能。OK， 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今天要打扮成叮当这个样子。因为今天我们叮当家族最最重要的一位成员哦，他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哇，还真是能够什么东西都能够掏出来哈。哦，要给大家看一下哈，送给林海哥哥。没有，上面写的迪尔东东，不要骗人。OK，叮当叫好难得啊，那今天非常难得，我们请来了这一位，来，大家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特别大来宾叮当。有请。Hello， 哎，你看这张是我的，对，谢谢啊，谢谢，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又有新专辑可以听了哈。对，哎，这个今天请到叮当来，好难得，你这个应该准确的念应该是好难得，对吧？好难得，这个寓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辈子能够遇到对的人。好难得哦。 OK， 佳佳，如果这张专辑未来你有机会出专辑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三个字，好难得了。不过发专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好难。对啊，对啊，这还做主持比较好哈。但其实发专辑这件事情对于叮当来讲也是等待了很久，好难得，终于有机会哈。哎，各位，今天我们的星光同学去K 歌里面听到过有人 K 叮当歌的，请举手。哦，对 ，B K 的吧？那是 B K 的。嗯，那你们自己最喜欢叮当的哪一首歌曲？拿起话筒来直接唱，好吧？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这个我点唱率最高的。我每次我都会唱，还有猜不透，猜不透，最近是好是坏。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歌？我也喜欢我爱他。我喜欢那首洋葱。还有吗？我还比较喜欢私奔到月球。啊，那因为是男女对唱的嘛，因为像台下的哥哥姐姐可能男女对唱只会选择像什么你最珍贵这种。你错了，你错了，你太高估我们了，我们一般都选千夫的爱的。我们唱过河。就我相对也喜欢亲人和猜不透，但是你知道每次 K 猜不透，哇，那个前奏啊，要等很久才能 K 到猜不透。OK， 我可以现场听两句。啊，可以，没问题啊。猜不透。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这就是唱将，你知道吗？啊，那今年对于叮当来讲，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巡演；另外就是专辑。你怎么排得过来啊？这个时间呢？啊，那个又要巡演又要专辑，就是啊，排得过来呀？不跟我们叮当家族的人说一声，你排不过来，你叫我去嘛？好的。你排不过来，你让我去帮你帮你。你能唱他的歌吗？你唱一首我听听。忽远忽近的洒脱，是想要的自由。啦啦啦啦！哎，但是我真的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嗓子怎么保养的？会哑吗？哎，你有唱歌唱到哑掉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开始在用生命唱歌了。轻声说话，平时说话的平时说话，我不太会大嗓门的说话。怪不得我唱歌这么难听，原来因为我平时说话的时候调门太高。对，所以其实你可以试一试，这一集你就接下来就不要说话。
然后大后晚上我们去 K 歌，你看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也许可以哦，可以哦。但是大哥他，可是你这样子说话反而比唱歌还累，还会坏嗓子。我怕你这样说话到后天可能没声音了，就是连主持也做不了了，是不是？那样子讲话，你才跟我没说几句话，你就知道我是这样的说话方式。你太了解他了。好了，那其实啊，今天这个东东这边好像除了叮当的新专，还要往外掏奖金。东西，我们唱歌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我们叮当界都是有一个铁肺。哎呦，铁肺，铁肺啊！对，的确有很多人会形容，包括我在你的这个专辑的起宣文稿上都有看到过铁肺啊。所以你自己认同吗？你有个铁肺。我非常认同，因为我的个子比较娇小，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比较短。你能有比我短？我告诉你，我都已经没有了。真的，我告诉你，就是你看，有时候声音唱得比较高嘹亮的人，个子其实都不会很高，因为这一段都比较的短。没有哎，我们只知道一般唱得好的个子都挺胖的，特别帕罗蒂啊，这些男高音。我现在觉得短是对的，你看。中国男高音里面，刘欢老师，短根本没有。好了，我知道你今天其实来了就是要跟，就是想在叮当面前表现一下你的唱功，对不对？不，我是小叮当，我不敢。不要客气了啊，给你挑战一下。你们俩要不 PK 一下吧 ？PK 一下，没问题啊，好不好 ？PK 一下。在生动亚洲的时候，很多的人喜欢选叮当版本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哦。迄今为止，选这些歌的女歌手全部光荣的走了。你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她屁股没夹紧。哎。也不是说要屁股压紧，是要把个整个气门丹田气门送上去，所以你会唱出来。我们三个唱的最好的就是你了，你跟他来。没有，关键你这个部分最短。来，所以我们比一下，我们 PK 一下，好不好？好，先 PK 高音吧。好，就选那个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没高音，还让我 P 高音。造型不能乱，造型不能乱。好，开始。好，你先起。起调好了，你先来，你定 key 好吧？我先来哈。对，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这个调可以吗？可以。哎，我觉得你唱这首歌特别合适。真的是飞不高。因为看着这个身材就知道真的飞不高。好。你要比他翻一个 key 哦。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高度真的好高，是吧？没关系，你就用你刚刚那个 key 再高一点好了。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加臀，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真跌下来了。不错，他还不错啊，还不错。对，但他其实好的是低音，他的低音非常好，中低音非常好。对啊。这么一来，其实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我自己。真的。我想比我自己唱的这 key 高半个试试看。哇，还要再高半个。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哇！天哪，真的好高哎！真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平时唱卡拉 OK 的时候，很多人唱。
的时候，其实是用假声把它带过去的，但是他是完全是自己就是真声，就那种高度其实很难。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说我在现场看到过唱歌唱的最好的女生。是哈，看起来我们叮当有崇拜的人。叮当家族拿出真本事，我也只能拿出真本事了。麻烦老师再帮我低五个 key 行吗？你低五个 key 你行吗？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还可以啊，对对对，以可爱取胜。OK OK OK， 好。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啊，关键怎么他唱完那样的歌也不用喘一喘气，又可以恢复到很正常的状态。因为我一直在锻炼，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有一个肺有收缩过，哦，真的？对，是我就一直 hold 背。我发现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喘，会比别人这个正常的呼吸会快三分之一这样的，会呼吸很快，所以这几年就一直有在练习气息的这个部分。所以铁肺这个不是白来的，真是练出来的，背后付出多少的这个艰苦啊！哦，厉害厉害！来来来来，你后面还有什么？来，在哪？对，你的小袋袋里还有什么偶像剧？好，偶像剧，好，偶像剧。偶像剧，叮当可能大家比较熟的，或者说除了小小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爱他了。我爱他。对，我爱他是台湾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这个主题歌。好，怎么就小猫咪你那么高兴干嘛？你超爱这首歌是不是？我超爱这首歌，而且我因为就是因为那部剧，然后听到这个歌，然后我就去特意去搜他的，对，才关注到叮当，然后我就关注到他了，然后我就很激动，就是他表现激动的方式。因为每个嘉宾来你都那么激动啊，你又不激动的吗你？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偶像剧的歌，对不对？对，这张专辑里面有看一下。对对对，叫一个人不可能，是偶像剧《真爱找麻烦》，包括还有《不是你的错》也是哈。所以你跟偶像剧是特别有缘分吗？对。你自己平时喜欢看偶像剧吗？我前阵子反而是看了内地的，看了什么？是什么？那个《步步惊心》。对。哦。穿越剧。那大概了解他的步伐了，就还停留在去年吧。所以其实他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他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嘛？对。是。那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让他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玩这个游戏的话，他都不怎么看偶像剧，这很难。这样吧，你来吧，我报名参加一下。你要来干嘛？那就看叮当选我和你的谁。那我当然选叮当了。你选，你要跟他玩吗？还是你要跟我玩？我你选，你选谁？你选。第一次在星光现场两个，然后你的对手是我，就我们两个人一组。哦，你选。那我跟丹丹吧。佳佳，我不嫌编你的。佳佳，我不嫌编你的。男生不选我也就算了，你不选他是对的。我唯一喜欢你，你不选他是对的，因为他穿裙子他不太方便表演。好吧。因为我选我也是对的，我穿裙子特别方便表演。是吗？好 ，OK。我们这样好了，当然我们先确定一下，两组谁来做动作，谁来猜。他们都这么弱，我们就不要为难他们了，就你做吧，我猜好不好？一道热身题。我们不需要。来。热身题啊，这道题有点有计时的，开始，预备，来，先热身啊，一起去看流星雨。哪有这部偶像剧？他告诉你几个字？他只是在告诉你几个字。将爱情进行到底。哎呦，哇塞，真的，我跟你讲，你那个姜字怎么表现的？姜，看我的体型就很姜，是不用表现。我好，我这种从小听着叮当哥，看着各个节目长大的，就是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叮当哥是哪个哥哥？这个哥，厉害，叮当哥。好，那我们就这样了，那就你们两个先来，好不好？那要叮当站在这边，因为丹丹要看那边的大屏。哎呦，我压力好大呀！我压力好大呀！准备啊，开始。四个字。去看流星雨，对不对？对对，去看流星雨那个。流星花园啊。Yes, OK, 一个。下一个。几个字啊？哦，五个字。啊？拽什么？
踹什么？然后吻，什么吻？恶作剧啊？恶作剧之吻 ？Yes, OK， 两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几个字？四个字。朝天拜拜。我觉得丹丹这个只要猜，这个好，这个做得好。啊，他不需要他只要指着他自己就可以了。拜。拜金女郎，拜金女郎啊，不是，还有狗，我已经忘忘了，都已经。台湾的一部偶像剧。拜犬女王、啊。Yes, OK， 来下一个。来来来来来，几个字先告诉人家，六个字。滚。啊滚，哎哎，其中有个滚字。哦，蛋。蛋炒饭，蛋炒饭，翻滚吗？蛋炒饭。Yes, OK， 来，再下一个。几个字？六五个字。去。时间到。一起去游泳什么的。一起去游泳吗？我们要拍一个。这一部还没有拍到，我想知道。一起去啊、哦！海豚湾恋人。哎呦、okay ，我有看过这个。对，还好啦，拜犬女王他没有说是拜狗女王，就这样不错了。在短短100秒的时间内，叮当和丹丹配合共答对了4题，看来丹丹的肢体语言很棒，而叮当不愧为偶像剧歌姬呢。那么接下来东东和四分家表现如何呢？预备 ，Go， 来啊！要不行就过哦。撒娇女王。错，有这个，不行就过啊，过，下一个，几个字，几个字，哇，啊，那个青蛙，王子变青蛙，哦 yes OK， 过一个，下一个，厉害，厉害。七个字，我可能不会爱你。哇，厉害！哇，你这也看过。下一个，七个字。有没有别的方法？老师，七个字，快点，来。你一起陪你去看流星雨。啊，过过过，下一个。这很难，这很难表演呢。偷偷爱上你。哇，厉害！再下一个，再下一个，来来来。这好难表演啊。时间到，来回过头来看。哇，我觉得那个闪电那个太……闪电那个是什么？闪电那个就是命中注定爱上你啊！命中注定爱上你啊！那个电视剧叫《命中注定我爱你》，不叫《命中注定爱上我爱你》。对对对，对啊。哇，你连这种看不懂啊？连这种看不懂啊？看不懂。那你会怎么做《命中注定我爱你》？不，这个要两个人。就啊，这个是蛮难的，命中注定。这个好难表演。但是呢，其实哈，我觉得这个也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对，你真的蛮空的。那么多剧你都看过。好厉害啊！关键我觉得这不是我最厉害的地方，最厉害的是他们刚刚说的那些剧的，就是男女主演我都可以说出来。真的哈，可是第一个，那你公主小妹你表演。公主小妹，他的第一个就是公主小妹。哎呦，公主小妹，你只要唱那个。不能唱啊，他做动作。我教你是这样的，你可以先指指自己，公的嘛，然后猪。你指着我，我就知道我是公主小妹了呀。我刚才是没想到公的怎么表演。
我公是怎么表演的？公嘛，公。我指自己，他以为是圆。创。嘛，叮当，对不对？有很多的可能性。哎呀，东东，你再狡辩，也只回答对了三题。那么获胜队将得到怎样的奖励呢？你们赢了的话，就你为叮当在接下来真心话大拷问的环节赢得了一个问题的豁免权。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要真心话大拷问。自己好像你也又要掏东西了，对吧？这么劲爆，你拿错了吧？嗯啊，哎，这不有，这不符合我们节目的那个。哦，我明白了。哦，我看过这个好难得的这个起宣文稿，好像是说你的四首主打歌都是感谢前男友的所谓领悟之歌，是吧？其实整一张专辑都是在回忆曾经一段逝去的一段感情。OK。然后其实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们都是要用一种比较祝福的一种心态、一种方式，然后去感恩的心。这个很难得，对，这个很难得。你如果跟前男友分手，你会祝福吗？嗯，我没有前男友啊。那就不讲了，你的人生还真是很苍白，无力的苍白。好 ，OK。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可以向叮当提问了。发问。好，你自己要记住啊，豁免权。我们一共问三个问题，好，你这个豁免权用在哪一个问题，随便你自己，好吧？好，来开始，你自己挑人。那叫力宝吧。力宝。好，我想说，如果你的前男友他结婚了，你会不会去他的婚礼呀？啊，会吗？婚礼，绝对不会。如果他还寄婚礼的请帖给你怎么办？他寄给你，就请朋友包个红包给他。哦，你还是会包红包的？包红包啊？对啊，就是还是会包红包的。会啊，他如果既然寄的那个请帖来的话，就包一个呗。你做得到吗？我肯定会去啊。我就需要去看看他现在找的那个是有多不如我。什么复仇的心态啊？这都什么心态？我心眼很小的。啊，等一下，你会去吗？我会去。你是会一个人去，还是会带着现在的去？啊，不会，我一个人，有的话我就带过去，没有的话我就不带啊。OK， 但是你会去？我会去，因为他如果邀请我的，我觉得我已经把他放下的话，我当然会去了。OK， 那你为什么说你不会去？为什么？我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那个情绪吧。那是因为你还爱他吗？也许有可能还没有放下。是是是是是，但是我相信哈，我也想在现场做一个调查，先问所有的女孩子，所有的女孩子啊，如果是真的前男友结婚给你寄请柬，会去的请举手。干嘛不去？我穿得比新娘还好看，你管我。那你会穿什么衣服去？哦，我可要把那个录节目全身贴满钻的裙子穿去。我要把你们的把新娘的原来长得最好看的是我，不是新娘。不要再延续这个，我们不要延续这个话题了。他们这两个都好幼稚哦。我会去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把他真放下了，我会去。如果我要是我还爱他，我肯定连这个消息都不想听到。我觉得最好就是你不要告诉我。所以你是有前提的，对对不对？你是有前提。我已经不爱他了。好，那我现在问现场所有的男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你结婚，你会给你的前女友发请柬吗？会的，请举手。还真有人会哎，还真有人会，真的。他的心态肯定是多一个红包是一个。没有，你没有看到吗？我怎么会像你那么阴暗呢？还有婚礼上还有前女友桌呢。有吗？有啊，真的有。一起数落这个男的，哎呦，你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怎么。哎，干嘛分了手之后就一定要变仇人呢？对啊，分了手之后还可以做朋友的嘛，所以礼尚往来的。可是如果比我早，如果你跟你前女友已经很久不联系了，你还会给他发请柬？会啊，要不然人家传进去会觉得我。不是炫耀，他炫耀，就是传出去别人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小气，对吧？已经放下了嘛，大家都是朋友，我跟对任何人都可以做朋友。啊，关键记得是有两桌。哎，但是我刚才听他说，就是说女生可能会放下，但是我突然想到，我某一位前任好像他还没有放下，就是他可能会带着仇恨去。我为了保护我现在的新娘，可能我不会邀请他们。你知道你有多少前女友啊？还有某一位前女友。所以其实是最好的方式是不要了。是的，对。好吧，那多没意思啊。对啊 ，OK， 好不好？好，来，第一个问题已经 pass 掉了哈，你没有用你的豁免权啊。来，第二个，请你再挑一个问题，挑一个人。好，季德熙，好。好，来，季德熙。我想问，前面既然聊到前男友这个话题嘛，如果我说假设啊，如果你的前男友来找你复合的话，
你是一个单身的状况，且你心中还没有把他放下的话，你会不会考虑要跟他重新在一起？哦，厉害。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对啊，在新专辑里面都写了四首歌给你的前男友了。因为我是那种分手的时候我会一定是他已经做到非常非常让我伤心欲绝，我才会决定跟他分手。我会在两个人没有分手前我会给他很多次机会，可是一旦分了一定是他做了让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不可能，不会，哪怕是单身也 no 了，也不会。哪怕他当时哪怕他来跟你说认错，我当时做错了，要是他跪在地上求你呢，哭求求你回到我的怀抱来吧，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机会。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难得你很认真，不想太多区分，不顾身。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就算他不是到最后的人。对，其实在我的张专辑里面已经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哈。OK， 你是属于那种会吗？所以我同样问你。哦，那我要看他就是这个上演的戏码夸张到什么程度，眼泪啊、鼻涕啊，又是跪啊，又是什么买花啊、跳楼啊，你不跟我好我就自杀，我就会心软的。啊！有什么可吃惊的吗？你也太好弄了。不是，没有啊，就陈不年蛮高的、啊，要一哭二闹三上吊四自杀之类的。可是他以后永远拿这一招来对你怎么办？对啊。哎，屡试不爽哎。无聊你不觉得吗？我可有意思了，每一次上演的桥段都不一样。好好 ，OK， 好吧。还有想花样。好了，第三个问题，到现在依然没有用豁免权。对、啊。第三个问题，来再挑一个。那 Jason 好不好？哎呦，一个机会，因为他没有讲话。你出的新专辑里边的四首歌，是不是给同一个男生的？整张专辑都是给他。整张专辑都是同一个人。可是我想知道你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对啊，其实因为你不只唱一遍呢、啊，录音棚里唱这个歌也应该很纠结吧？其实现在已经放下了。唱的时候其实已经放下了、可是那么久的时间，之前那段恋情维持了7年。哇，对，在一起7年，这是七年之痒吗？对啊。都问完了哈，后面全一个都没有留啊。思文佳问一个吧。允许你问。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好可怕。他们说啊，那个你的前男友哈，是那个。好，用了，他用豁免权了。人家没有问出来嘞、他们说你的前男友砸锅了，是真的吗？胆儿也太小了吧！哎，你用不着这个样子吧？对啊，我们这边是很坦然的面对的。我们叮当家族有什么好怕的？我不忍心，因为我挺喜欢他的。你喜欢谁？叮当啊。哦、OK， 那你就站着这边了。对，好好站好嘛。站好。不告诉你。漂亮。豁免权可以用。漂亮，还是不用豁免权？对。也是回答，不告诉你。对，不告诉你。歌里面自己找答案吧，各位。我们接下来是 Show Time。这首歌在专辑里面啊，是从文案上来看，和前男友分手前的最后一支歌，对不对？是。OK， 叫做《不是你的错》。里面有一句歌词就在唱说，最烂的理由是你配不上我。然后因为有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比方说分手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不是理由的理由而分手。对，这是一个蛮伤人的一个行为。 OK， 那我们来听听看叮当这首歌好不好？不是你的错，有请。纸巾备好。
说你难过，别再安慰我。最烂的理由是你配不上我，我没有你想象中脆弱。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他新专辑啊，听到新专辑里的歌叫《不是你的错》啊，尤其最后那一句啊，错了又如何？对，错了又如何？选非常好。那接下来你好像还有最后一个牌没有拿出来的，还可以继续掏，找，拿，疗伤歌后。他的这些歌在失恋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听，会越听越想哭。就是你听什么？你有听过哈？对啊，就是什么最烂的理由是我配不上你啊。那吵架的时候肯定会说，好了，那我配不上你啊，分手啊，就之类的。我就说，哎，那真的说过这句话，就是这种感觉，基本上都是。OK， 但是我其实一直蛮想问叮当的是，你从开始出专辑到现在，是你自己的刻意为之，还是就是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让你慢慢的走上？或者你的歌里面有那种疗伤的那种作用在里头。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在唱这些情歌的时候，我只是在唱着我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情歌，我觉得听的是那种态度。那你平时自己也会听一些疗伤的歌吧？会，我之前有像听林忆莲啊，阿妹啊，那歌真的很好听。好，所以其实如果你去 K 歌的话，你也应该属于麦霸吧？我一定就直接拿过了麦克风不放下，就只差我下一次自己去带着麦克风去了。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疗伤情歌的大比拼，好不好？我们这边也有几个唱将级，在我们这边麦霸级的，好的，好吧？有伊莎，有丹丹，好，你们只用唱就好了。今天我想给叮当一些难度，对。因为你刚刚自己有讲到嘛，你算是准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对，现在还有机会打球吗？很少，很少打。但是
童子功应该在吗？童子功在。好 ，OK，、嗯、来。直拍的。啊，你是打直拍的。对。居然还是传统的、哦。对啊，正手比较厉害。哦，厉害厉害，好。哎，先表演一点这个童子功，让我看看吧。应该可以颠，就可以颠几个。哦，没问题，基本如果我们不打断的话，可以一直颠下去。那你可以跟我们说话吗？可以啊。你好厉害啊！厉害了，好。哇，好漂亮的接球呀！传统，传统，传统。好，那就来了哈。好，来，疗伤情歌，大挑战。那我一定要疗伤啊！哦，疗伤啊！来，做好准备。我要拼打打。对，你现在就开始了。就你要加难度，你要加对，你要加难度。三二一 ，Go。分手快乐，你把我们想唱的歌唱的干嘛？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算了，来。啊，多么痛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的路，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我可以申请换个位置吗？在他后面这个比对实在是太鲜明了。请你唱。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谢谢你啊，音响老师，不要跟了，过。爱似狂潮，爱似浪涛，我不想人的模样。什么玩意儿？好，算你过一下，来。啊，这歌也聊聊伤了吧？心若倦了，泪也干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这是挺开心的歌吧？这是很嗨。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所以你唱唱好好不好？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破碎我的心，好好唱。好好唱，在他后面怎么好好唱？就是啊，没有关键是我在他后面，我怎么好好唱？管我什么事儿？唱唱，管我什么事儿？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流泪。好了，来。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别要等我浪潮。明白，鬼迷心窍。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听海哭的声音。不要爱我，只要抱着我。这什么歌啊？亲人。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唱过了。哎呀，我唱的是同一首歌。叮当家族第一个被淘汰。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我估计你。假装多好，我只要。假装多好，我只要将你得到。一个人是女高，两人世界的混水摸鱼不可以的。没有假装，脚令的假装，对的。好来，完了，我被他弄得我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三二一，出局。我们变成了是不这个不够火、啊、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出局。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我会好好的，话还一直讲。决战了，决战了。五四，你是我。哎呀，不算了，叶伟的好像不算了。一。素有疗伤歌后之称的叮当，究竟有没有接唱成功呢？五四，你是我。哎呀，不算了，叶伟的好像不算了。一零，我竟然是冠军，安努伊尔，而且在一个唱歌比赛中，没有唱歌比赛。我本来想说叶伟的好像也是在他后面。唱不出来是很正常的，我在他后面，前面跑调，后面找不着调，最后连词都不记得
得了。是我在他后面，连最熟悉陌生人都不会唱。不是，哎，啊、他们本来唱歌，我思维达你好厉害、啊。不是你们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不是你们唱的不好，你们都赖在我身上。你看叮当在我前面唱，他有受我的影响吗？他后来在你后面唱就不行了呀。接下来你可以归位了，星光观察员，谢谢到你了，做回本职工作。好，谢谢。好，来，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来，星光观察员，现在到你上阵的时候了，在边上观察了那么久，来了。对，我们的心理测试题是说这样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然后你在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花园里面坐下来，点了一杯茶，然后要了一块那个店里面最好最好的蛋糕，比如说你最爱吃，然后也很贵的蛋糕，然后你正优雅地看着一本爱情小说，看着看着很认真的阅读，突然哎呀一不小心把盘子打翻了，那块蛋糕咕噜掉在桌子上了，你会怎么做？选项是这样的，一，你很自然的哎掉了吗，捡起来啊、放回盘子里继续吃。 B， 就是你想了想，因为那个蛋糕很贵嘛，你知道边上又没人呢、啊、B 是你想了想，哎算了还是不要它了。 C， 你会叫哎服务员我还要再给我来块同样的，没了。对啊，就这三个选项呀。嗯 ，A、B、C。叮当，请做选择。我选 A。你选 A， 很自然的捡起来吃。就是会把那个脏的那个稍微、擦掉一点，擦掉一点再继续吃。没有人选 B 吗？没有，在现场没有人选 B。想了想，不要。只有我，嗯，好，对，因为很贵嘛。啊，你选 B 啊？我选 C 啊。你也是 C 吗？对啊，对啊，对啊。啊。好，哎，这道题是测什么？测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说人们和。跟刚才那个话题还是有关系的，就是总是会你会失去爱人以后念念不忘，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也会很执着在以前的爱，执着旧爱。OK， 好，那他选的是 A， 对不对？选 A。你把没有人选的那个先讲一下，好吧？就想一想，还是不要了？就想想不要了，就对蛋糕就是毫不执着，反正已经失去了的爱，那我就不要了，就放手。不要就不要了，他就放手了。OK， 好。啊，那就看样子我们这儿都没有那么放得下洒脱的。那接下来是选 A 的人。A 吗 ？A 型其实是对自己这块蛋糕是极其执着的人。然后就是绵绵旧情，你很难忘怀，所以呢，迄今为止还很难找到心爱。哎呀，算了，前男友要是回来找你们，就复合吧，是不是？不可能。为什么？哎呀，真可惜。他又选 C 的啊。苏文佳。哎，C 是这样的，你是比 A， 比那种捡起来吃的人还要执着，对初恋情人难以忘怀，终生不忘。这种痴情种子呢，但是很有一点问题是会让你变成那种发狂的激情派，就如果要是你的初恋男友你放不下他，你很可能说你会变成那个说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不在一起我就死给你看。原来那个人是你。原来要死给别人看就是他，你知道吗？像不像？像吗？同一个这个桥段。已经肯定在家里经常无数次的想过，怪不得什么人搭什么人啊，对，什么叫什么人搭什么人？所以你们俩谈恋爱就经常死来死去的，两个人都站在阳台上，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这个好，这个实际上就是看每个人对感情的态度，对不对？对 ，OK， 好，就不容易开始一段感情。我觉得叮当应该是不容易开始一段感情，但是真的开始了，可能也很难忘记。所以你还是和你的前男友复合吧。你怎么又来了？哎呀，说的是不是人家都有句老话，就是说劝和不劝分的嘛。好啊，那这个今天呢，非常谢谢叮当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在那么忙碌的演唱会的巡演期间，还带来一张好听的新专辑，所以最后的这个时间呢，还是留给叮当 Show Time 的时间。新专辑主打歌《好难得》。广告后，叮当为您送上新歌《好难得》。爱让我
心变成了某种特殊天分，缘分只是自欺欺人的天真。想念总是在夜里狂奔，特别像他着魔的眼神。就算他不是到最后的人。